大家好，我是旭哥，我可汗换算旭哥手游攻略，那是僵尸必须死。好，这是休闲的塔防手游，那开局呢就好几千抽了。这项预约呢，它会送你隐藏版的神角海带王T0神角可以免费的。那开局有很多福利，像是有豪华大奖啊，很多手抽，这边给蛮多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它这边有连结，就是可以去预约啊，这个豪华大奖，然后还有这个好几千抽，再加上呢伙伴这个海带王，有一些开局的神角都可以免费拿。那8月15号正式上市，算是一款就是还蛮可爱的手游 Q 版的。边，好，那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好了。这个是预约的，预约就是会有奖励。然后这个是他们事前官方的网页，这边你可以选择你要的东西，这样，然后还有什么双向机票啊这些，所以开局还蛮多东西的，这样自己可以去选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，独家最新。那旭哥来分享这个游戏史上最多的礼包码，还有隐藏版的序号。那用纸版的比较好看，因为那个横版的有些会挡住。它这边的话呢，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要的东西，接下来呢输入号码，然后按立即领取就可以。这个是它的福利。你可以自己选，那基本上海带王应该是都会给啊，预约就会送了。你们看，只要输入我们的手机啊什么的。然后 Step Two 的话，它这边有1888钻，再加上88888的金币，然后像是 iPhone 啊这些机票这些活动。等一下他会送 iPhone 吗？这个应该是抽奖嘛，可能只有3个这样。然后这边礼包码它有特别写。序号将于事前预约结束后以简讯方式发送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手机，就是会有礼包码序号在你的手机会收到简讯，注意一下这边。然后事前预约的话呢，这个是抽奖的，它会在官方 FB，而且还会简讯通知这样。那你只要用什么不正当的方式的话，他会取消兑奖资格了。反正就是一堆这样。然后事前预约的话，它是有限时的，到上线前结束。好，最后一个，就懒得吐槽了。反正就是这样，它就是你可以一直用简讯去拿这个隐藏版的序号这样。那你手机越多就可以拿越多组。好，这个就是史上最多礼包码加隐藏版的序号拿法。好几千抽啊，然后这个钻石、金币这些东西，这个还蛮重要的。好，分享给他这个开局必拿的福利啊，尤其是最后面这个有序号可以拿。好，那他还有专属的注册奖励，有钻石啊、纸卡、蓝卡，还有大量的金币，这个也千万不要错过。这个是预约奖励，钻石188，然后纸卡2个。蓝卡10个，然后金币88888，将旭哥刚才讲的一堆福利全部都可以免费爽爽领起来，最完美开局领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开局就拿到一堆福利啦，除了可以免费看广告可以抽转蛋之外，开局也拿一堆转蛋券嘛，就可以来抽了。来，拿到宝石，普通宝石，所以最强的神装抽起来啊，裤子的宝石。然后宝石、裤子精良宝石，这个火系伤害，然后手的宝石，有没有神装啊？这个宝石可以加在我们的装备上面，来，爽，输出伤害加2%，哎，不错。哇，蓝宝石这个穿刺伤害，那这边可以把它装备起来，有没有？全套 T0 神装啊，统统装备起来。
有没有？镶嵌上去。哇，旭哥的装备有没有装了一堆宝石啊？最强神装，就是这样玩啊，就是靠这个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免费的，看广告也可以抽。然后这边还有这个完美宝石，最强的宝石啊。这游戏就是透过这个转蛋啊，然后宝石啊，来拿这些资源啊。所以我们七天登录那个就很重要了。今日狂欢这个，它就有传说宝石嘛，最强的宝石。好，啊，游戏玩给大家看好了，其实就是这种放置然后塔防的玩法。然后自己会去打这个怪，这样很轻松啦。反正先跟着旭哥把这些福利拿起来之后，你就可以轻松玩了。来，技能组练起来。哇，爽！直接秒杀掉。这种就是塔防型的玩法，这种还不错。我们还多一个爆炸，这个很实用啊，这个技能。来，学一些会穿刺啊，然后爆炸的技能，这个可以一起清啊，有闪电有没有？爽，子弹爆炸伤害，来。增加一下输出，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玩的，轻松塔防的玩法。以前那个甘道夫啊，那些手游都是这样，什么魔女，好，穿刺伤害增加一下。好，那今天攻略呢就分享到这边了。各种最强的福利，史上最多组的礼包嘛，那最神的技能啊，还有最强的神装都分享给大家。开局啊，怎么样去刷这个怪？好，那我们就轻松玩吧。那攻略分享到这边，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。我们下一集攻略见。